焦点，我们来看北韩官方的中央通信社今天报道说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昨天去视察他们战士部队的一场训练比赛。我们带您看这个画面，你会看到画面中这个战车其实是他们新型的主战坦克，也参与这一次训练。金正恩他很满意这坦克的打击跟机动性，还登上了坦克亲自驾驶，在场的官兵还高呼万岁。现场包含北韩国防高官也都在，金正恩动作频频，也让两韩的关系再更紧绷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